新一代的新加坡音乐人呢，其实很优秀，资深的音乐人在海内外其实也受到了肯定，但这两批人呢，却很少有机会能够合作。本期资深音乐人 George 梁伯君，你也许听过张国荣的《追》，刘若英的《很爱很爱你》，林忆莲的《听说爱情回来过》，这些动人心弦的歌曲编曲都出自他。啊，那个班曲还是不够，从那个 verse two 的时候你要弹得比较准一点。我们的节目就让他们有机会交流，也让大家有机会听到新加坡音乐的实力。